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是翔富科技。不知道你都怎么样使用你的手机跟你的朋友做传输呢？是使用 WiFi 或者是用蓝牙？现在教你们一种更好的方式。首先在你的手机里面把你的 NFC 打开，然后我们去设定里面，设定里面有一个更多内容，在更多里面，更多内容里面有一个叫做 NFC， 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把你要选择传输的照片把它点开，接着跟另外一只有 NFC 的手机做这样的动作呢，你只需要做背靠背。好，我们现在背靠背，好，它会显示轻触即可传输，我们就点一下。好，那这张照片就会传输到这一只手机里面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它这边显示正在接收传输。如果你的手机有 NFC 的话，那以后要传东西就直接这样来做传输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 ，OK， 这张照片这样就传过来了哦。好好的使用你的智慧型手机，让你的生活更便利吧。